Are you listening?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Copy 啊。我拍过几次拖，我拍得唔多次拖。初恋嘅时候喺我小四咯。啊，我初吻喺一个宿营里面发生，就锡咗个男仔一啖，偷偷地掹咗佢入间房里面，之后锡咗佢一啖。我中意边类型嘅男仔？我中意戴眼镜啦，即系傻傻地嗰类型咯，唔好太 smart。我识煮嘢食，我中意煮嘢食噶，我最中意就系煮蜜糖鸡翼咯，因为我自己一个煮可以食晒全部咯。最讨厌男仔类型，啲着西装好斯文噶咯。我平时着咩衫瞓觉？我平时唔着衫瞓觉噶。然后我最中意就系揽实个揽枕，然后好似 B B 咁样瞓咯。如果男朋友中意拍啲好 cool 嘅照片，我冇问题啊。如果佢肯用。如果想看更多的拍攝花絮，可以看 Bubble Facebook 和 YouTube Channel。